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鸭脚木。鸭脚木是一种非常容易成活的一种花卉，很多花友都是通过购买得到鸭脚木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就可以养非常多的鸭脚木，就是用扦插的方法。大家可以看，这个鸭脚木一般养得好的话，很多这种气生根。有了这些气生根呢，我们用来扦插就非常容易成活，随随便便剪一根健康饱满的枝条插到疏松透气的土壤里，很快就会生根发芽。这个过程只需要15天到一个月左右，就可以得一颗新的鸭脚木出来。有了这些方法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买鸭脚木了，自己在家动动手就可以扦插多颗这个鸭脚木。具体方法非常简单，在这里也不必演示给大家看，只要大家自己动一下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觉得有用点个赞。